平、华夏。先说边上。哦，嗯，对对对。来，给我，转过来。你看哪些东西要绑？哪个是可？这个，转过来。行，我跟大家聊会儿天啊。对，先放到下面去，放到哪个地方？这些衣服都很少穿啊，啊，因为太红了，这些衣服。哎呀，今天天气很好啊。你说我这个眉毛为什么经常会皱起来呢？是不是太阳一照啊，突然之间这个睁不开眼睛？今天太阳光太强了啊，太阳光比较强一点。有听华夏是吧？哎，华夏，嗯，我们那什么吧，哦，我们可以那谁，英杰呢？英杰啊，啊，来，快你设计一下，整好。我们那个，我们把他们的事儿给，把他们的采访给弄好吧。弄好了之后，你们就不用那什么跟着我了。来来，你拿着。嗯，好吧。对，好的好的。你是哪个媒体啊？我们国当融媒。我那你呢？我们也是，我们是一起的。是一起。我们一个是传统媒体，一个是新媒体。就是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希望在湖北实验舞台，对全国人民好。衣服好好看，其实衣服这件，是万江的同款，很少穿。来啊！稍等一下。我湖北十堰武当山向全国的观众问好，福寿康。哎，对对对，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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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心想与你怀，可以满血流淌，难同当。没事，在这可以。今天温度挺高的。风向，天地激烈激凉。今天阳光现在太好了。对。嗯。你们也在拍吗？对呀，我们在拍。来，声音有没有？有的啊，来吧。就是谈谈您这一种，就是武当山的仙山秀水呀，然后就是说觉得武当山很美，然后不在湖北。嗯，好了好了。武当山最美的地方在哪？金顶，您上午金顶我去了，的确很美。是的，南岩很漂亮。嗯，等一下，我们去了太子坡，它有那个九曲黄河泉，还有就是二娘，也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是吧？嗯，对，它里面有一个太子坡。太子坡。这个地方叫什么？叫紫霄宫。紫霄宫，对对对对，刚才。紫气东来。对啊，这个紫霄宫是我们武当山的福地。对。嗯，是我们武当山的福地。就是紫霄宫吗？对对对。哦，道教紫气东来。哇，还真是这个李老师正在接受一个。紫气东来来自于老子啊，然后这块也是道教的名山。是的。嗯，来吧，开始。好。嗯，好。你把它看看我看看看你看看我看看你看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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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祝福的就可以了是吧？好，因为李玉刚老师好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玉刚，这一次来到了武当山，心情也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马上就是新春了嘛。那我现在在湖北十堰的武当山向全国的朋友们问好，祝福大家福寿康宁，也期待着以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道教名山啊，十堰的武当山，湖北的武当山来走一走，转一转，这里的确非常的不一样，风景秀美啊，仙山秀水，的确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吗？
不是没问题是不？不用，嗯、自己、啊、不是您的那个不是您的那个词能够再给他看一下、啊、不用没问题提随意说自己说是吗？哎，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感慨，嗯，谢谢您。哎呦我天，这个参考一下。哎呀，我挺重的。你拿一下，你拿一下，你拿一下。我说你拿一下。小田，你拿一下手机。我跟老师说一下那个采访。来吧，好，来。啊，这个大啊，这是大来吧，参考一下啊。好。现在也知道了武当山呢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的了不起。这一次能够来到武当山来拍摄新的版本的万江，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然后在新春佳节之际实现了。那我能够唱着万江，然后万江的歌声屹立在飘荡在然后武当山的山巅之间，所以今天呢刚刚去了金顶啊、我拍摄一块从金顶的那样的一个高台之上看着远处峰峦叠嶂，然后山间都是白云，内心当中就像被洗礼了一样。我知道这里是道教名山，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同时我们向往的武术武当的武术包括太极应该都是这里吧。嗯，希望说的没有错，哪怕有错了大家会原谅，因为我今天太激动了，就知道武当山有太多宝贝无论是它的遗产包括它留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建筑啊，包括它的音乐啊都会让我们有非常多挖掘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山好水好人也好那我同时现在在武当山的紫霄宫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问好，期待着大家以后能够来到风景秀美的武当山来做客到这里来寻找你们心中的你们心中最想升华的那一部分，来武当山大家一定会寻找得到，同时呢来到这里会让你换一种心情。那在这里也祝福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福寿安康幸福阖家欢乐好吧。啊，太谢感谢您了，说的真话啊，谢谢您啊，李老师能给你合张影吗？可以，哎，好，好，惭愧。三二，来一个。好，为了给李老师照一张啊。抓紧点儿，好，谢谢您，谢谢您，行，那你们就往下走，行啊，谢谢您，对对老师，拿好东西，快一点，然后呢，正好这边哎下一场，我也不想耽误他们的事，好的好的，谢谢您，哎，好的，抓紧拿东西，好的，您忙啊，我来，好，李老师，是我们这儿准备好了，在哪儿？这块有一段上了，我机位的那块，给我弄怎么样？你看这个距离怎么样？大概一个这样一个位置，最好的话。来，你们的啊，这谁的？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啊。好，谢谢。谢谢您啊。帮帮忙。啊，晶晶老师，保持你的状态啊！您还是朝着那个方向。哎，晶晶老师，您朝前。好，哎，不好意思，老师，准备三二一，开始。好，过来，第二个镜头，第二个镜头，在这块，老师，一会儿把这块清了，站在这块。再到经纪人来个航拍吧。行，好，要吧，老师。哪个？后面这块儿，带着那屋檐的。可以。可以。好，听见吗？对。现在其实主要的人，刚碰到包下来了一次，包给你放在那个角啊。我知道。